对嘛？我点头，咱讲哦。这在上面恁讲。我昨天也没有。我好困，暂停啊。啊？暂停。暂停没了。收了了。虾子可以啊，全部往这啊，剩一箱多而已。你看我虾啊，今麦拢做在白烧，今麦存烧啊。我买遐济无，烧一箱好，烧一箱好。啥物食虾啊？来头前。2000无。来2000。大姐啊，我唔是乌白白咧看。咱这个虾子可以啊，刚来咧看2000。这个物件可以啊，我刚来看2000。大只，有够大只。我来讲慢慢2000，卖看1000块，先给一个1000来。来签咯。这只活动的虾。我存烧我啦。我先收啊！啊，拄仔你有看一个爸爸给1000给阮过无？后壁叫金包包过来，迄买虾啊，迄个来拢无恁哥说来着1000虾啊！哎呀，见到要买只啦！我只也够你啦，我只也够送你啦！买1000啊！我给1000咯！我给20块给恁吃啊！甲阿伯拢给恁看，每一个都给大家看嘛！我连虾啊就是生安尼啦！这阵话你甲三三几只有够轻、有够沉、有够甜的真侪，这只要300几块，你买对面这只大只啊！但是敢无影吗？新价钱的无啊！新价钱的无啊，最后这两块嘛，加了1000啦。来签啦！1000块上面签。老师，来签咯。活动大牌签。大姐啊，我叫的。我发几阿名？1000块哦。我来，你讲我半阿名。啊，这话你讲，老师，你唔捌买过新气球，我买我发了。来500啊！先试试，老师，我发。来一个啊！来气球，我发。来这两块，我发。最后两个500块。500块啊！500。最后两个，不要500。500哦，拢有啊吗？是。虾啊，恁买是阿妈五百嘞。虾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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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我先叫一个菜刀过来。你要食冷食啊无？要食白饭啊无？冷食也无俗哦。你是来买菜刀过来无？这款公司做的菜刀过，你给恁情况吗？这港式的，这一包10块啊。鸡皮跟芒果老板一包10块，百五加百外多。300。那你要食菜刀过卖300，一个人给20块菜刀过卖2500，新价钱200了。200。我一包菜刀过，我会当大声甲你讲。俗够好食，俗够好食，我一包五哩，一包要送哩，300卖哦，你看鱼啊好卖啦，全部三人叫一人给30块菜刀过200好食不？200啊！拢无来啊！拢了。再来啊！我一包卖哩，我搁加一包送哩，4包，40块。来一个啊！全部三个给钱，300。再来2包。300你有买无？200啊！个人要食萝卜糕，200块。谢谢。好吃哎！个人要煎的无？来200啊！真正好食啊，人哥，你那边这东西啦，今麦经济无好啊，但今天这一包50块超好食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这真正无难得嘞。我明明客气了，拍照以前我拢客气，真正上好食嘞。OK。阿叔，恁这人哥听我讲，恁无买人哥，你至少买2包，当个试食看卖，敢袂使？100人。来百啊！试食看卖，真心啊，100哦。试食看卖100，辛苦。好 ，OK。爽。好啊，对对，休假准备个，阿婆我懂的。什么地头鱼啊？我冇见啦，阿婆啥？这是上面是蚵啊？超级吗？啊，这是关米啊，这是蚵啊。这一包两袋俩，这胶的才大袋。这一包卖300，2包卖500，这蚵啊一定较贵的。关米啊，蚵啊，佮加一个蚵啊，就也成本也较贵哦。这个足简单的道理。逻辑的问题，卖300、500，先给钱200了。哎，200啊！300，200块嘞啊，4包啦，只要我一包毛利你50块嘞啦。我讲完听啊，你咋这样啊？哎，咋这样啊？我自己好了。4块啊！对啦，我来讲啊，不要咋这样啦。你今日开钱的人家，我尽量给你吃欢喜啊。我500你啊，300、500拢做唔能开，今日先给钱的人家200。来200钱。我再加一包啊。600菜头粿啊，200，来200，这唔好搁过路落去啊，200，两个啊，我也是计作贵的，来一个啊，我也计作贵的啊，200，最后搁一个100无啊，来200啊，来无买100块无，100，有人无买无100块，来100啊，其中个钱头前，头前一个，最后3包100块到了，你唔好搁去3包，最后3个100块。
加来来。来，咸鸡包。过来准备咸鸡包，下骹做猪骹，一波一波来。这箱鱼啊，一世人反正恁个唔捌食过这个鱼啊。好 ，OK。有人知做啥物鱼啊无？我相信现场无一个人约会错啊。有人知做啥物无？够人知做啥物鱼啊？连看都唔捌看，卖讲食。这鱼啊嘛，食那冰淇淋，冰淇淋恁捌食过无？恁要上钓鱼啊，食那冰淇淋嘛，就是这地，这地规地全部拢是白。这个来扒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地什么鱼啊？这地就是银鲶鱼肚，银鲶鱼肚，哈、哦，银鲶鱼肚。我讲给你听，这台中一间餐厅哦，一个月拢给我收了200块啊，这样。这你等下我跟你讲哦，注意听哦，这地鱼啊做皮卡的，你一定要注意听。有咩无咩保证，我跟你介绍上者。你有看到这白白这咯？白白这啥？人讲鱼啊，要食啥？要食油脂、油脂、白白，这拢是油脂。所以这块枪具退冰了了，千万这个冰皮膏都免油啊！哦，你皮这个白白所在，你向下看，血慢慢啊，血甲规条白当大血哦。然后伊的鱼油会慢慢啊变作油，哦，伊的鱼油流出来，你用这鱼油甲切，你下几条几条鱼啊，甲切落去，你甲食好嘛？哦，你敢那鱼啊香哦，就甲你食掉的。哦，啊，你敢来试食好啊？哦，试食好嘛？啊，这无俗，这餐厅你用啊？安尼一份安尼哦，凊彩食这个拢啊300-400块。你遐人要食这个银鲶鱼肚的人，就这巴肚嘛好，这油脂上悬的，比点肚、烧麦点肚好吃。我卖花你钱，卖花你800，新价钱的人给300块。来300块。有咩人给注意听哦？唔免油啊，一滴油拢卖难哦。你用伊的鱼油来煎这块鱼啊，才是好吃。那鱼油一个鱼油汤嘛，啊你用遐鱼油来煎这块鱼啊，更加好吃。来300，上面吃300。来300。一个人家出手好无？300块。300啊！人生有家己一次机会，食一寡无同款的物件，300块了。二四六七八人家，那就是你走几箱啦？哎，香个哦！我讲迄间餐厅搞叫，已经真啊厉害。那有在食一个小啊多，我嘛惊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4、6、8、9、10个人家落啊！哎，300。注意听啊！哎，300。叫我方式来住，叫我方式来住。只要无像我嘴讲出来才好吃，你规个当作菜尾包单用我，我炸一箱尔。要装饲的你莫甲我买，爱食鱼也有油脂的，你甲买一只当个。我讲阮听，一瓶五个人计价钱，只要500块你参加你就食无吃。今仔日一瓶五个，互你试吃，莫甲我出价，上新价钱的先赢。200块好来，200块，收起好来，200块上面再200块。有人要食鱼的鱼肚哦，这你怎爱买啊？这你一定要买啊！这条鱼啊，把你吃到你耳朵甲你搭子啊！200块我一个。200哦。这堆。200块。200。有当时啊，感觉讲来只花哦。花手。把这只鱼啊，花甲真无过当。把这只鱼啊，花甲真无过当，唔知是我功夫歹啊，尔。这一条花30-40块，这有法考虑哦。我来讲哦。我要搁招两个人去，你甲钱我，我今日接收。我今日收，我当作让恁欢喜好啊！啊，200哦，200块给咱银鲶鱼肚。200啦！一滴油拢卖人。是耶！你用这鱼油来蒸好啊，200块啦。来200哦。要吗？你把收。来头前一个啊。报对去。是耶。走啊！卖到收啊，拢卖收。拢卖收 ，OK。卖到收啊，看头上来。有咩人可以卖煞？拢卖到客人不要走。我画鱼啊，吼，一家就是要一箱啊。我不然呢，哦吼，一箱画过来解好，我来讲人生蛮艰苦，拢有啊。大哥这边都好。是啊，拢好啦吗？来，有买着手表者？出来唔好搁客气啊！有买着酒瓶过哩？你要我痛过哩哦？100了，100块啦！100，小黄，接落去就啥会搁退啊？100块，100块，要我痛过哩？能够收住啊？冰凉大大香型。冰块大大好吃，对啊，鳕鱼有，你要大块细块拢有，大块细块拢有，你要大块细块，大块红烧细块红烧啦，要大块啊细块，红烧一个大块起来，红烧一个高丽菜，大块，这摊只一块豆腐3块，来叫一个红烧个菜先，过来看，这一块3块嘛，这摊只3块就1000几块嘛，你若要花1500、1200拢做，免1300咩啦？来切咯，这块要10块，这块够哩，我咧无，一个人分装包1300咩啦？来切咯，切咯，上面啊。要送啊！我给你回来，我不方便啊。1000块上面去啊！切了，算你一个的，几块两块不？1000上面去啊，算你一个的。
我这蒜泥我你吃了，好吃无？这老这个蒜泥袂揪水，也才厉害。哎，吃了。我来讲啊，上次我搁一红烧头去，一手有人要吃无？紧啊！来吃了。我搁在吹啊，这袂揪水也上好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你若搞买一千个人票，我这条要送你，这条够你。今仔日若搞买一千个人票，我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两个人票了，一千啊。来吃了。鳕鱼。狗年来的大块鳕鱼，一千块算要吃一千。哎，吃了。有人要吃无？一千。中贵烧。中贵烧。我来讲啊，先给钱的先名。一条够无？卖老送几袋啊？唔通啊！来签啦！一千啦！来签啦！一千块，变卖你大包钱。一千咯！一千块。加！来签咯！你大包我吃吃哦，我他们吃都赚钱。我可以买五百吗？这一千啊，我来签了。来签啦！都变卖大包钱啊！我今晚要来上课，你要你就做东西。来一千块没有？一千。来签咯！大家一千个，唔免考虑，唔免考虑。来签咯！你边个大包车？你去菜市，全部才一千啊！我教你大声啦，一千个会下来无？来签咯！搁一个人给一千。小小家庭真可爱，你敢买一半东西？五百咯。来五百啦！赶快无敢送啊贵，五百块咯，一条咯。来头前签咯！最后搁一个人给五百。来一个。好对对，算你分我个。五百块，五百，够要吃无？五百。哎呀，这他妈球，这蒜里的上好吃的鱼啊，这你也唔买些。